OK， 今日我哋喺怡宝拜富山，拜六朝早十点。如果系你几多点嚟啊？五六点就好多人啊！而家 Ronnie、Helen 同 Lisa 我哋一齐食少少嘅点心。而家我哋成家爱去南乡。Okay, Hello， 早晨啊！我第一次嚟怡宝富山嘅点心啊，又系第一次嚟呢度，所以个点心咧就好多花款啊，系都系有四五十种啦，好特别噶啦，好特别嘅，好食嘅。啊，你 Helen 同豆腐嘅点心有咩唔同？豆腐嘅点心啊，同呢度又唔同咯，呢度够香。又够腩，又够入味。呢度富山嘅点心系唔同啲啦，好食，唔错。牛牙都系大只啲啊！啊，大只又短嘅，又短嘅，肥肥哋嘅，肥肥嘅。啊，唔错啦！啊，希望大家可以嚟呢度食。OK。哦 ，Lisa 到你讲。OK， 你讲嘢啦。你睇咩嘢？我哋今日朝头早喺富山食点心，有烧麦、葡挞、炒萝卜糕，什么都好好食，全部嘢都好好食，一定要嚟，拜拜。OK， 拜拜。